开始吧。喂喂，你好，请问你是李？对。你好，我是客服小七，是您、您是购买了那个2018鹿晗演唱会门票吧？对的。你想在鹿晗演唱会上最想听的是哪一首歌？让我留在你身边。哦 ，OK OK。我听你的声音有点耳熟了。啊？那可能你想错了。那你现在还在上学吗？刚刚要上大学。哇，这么小。但是我喜欢鹿晗已经差不多七年了。真假的？在刚刚初中的时候。初一的时候啊。非常感谢你那么支持。对。对。好的。那好，谢谢谢谢，我还要给后面的人打电话呢。好的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可以可以，一个一个一个。很镇定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您是？对啊。我是鹿晗，能听见吗？啊。我是鹿晗，我说。给我挂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还得用别的方法去。请问您是？对，就是我是这边客服的，想核实一下信息，就是是不是您购买了那个2018鹿晗演唱会的门票？对啊。请问您是去的哪一场？北京和郑州。哦，那你最想在演唱会上听到哪一首歌？我们会回馈给鹿晗的。我都想听，怎么办？不，只能选一首。某时某刻吧。好的，我记下了，我一定会让他去唱，就是某时某刻哈。你会让他唱吗？那必须的，他特别听我的。等等，你这个口音有点不对啊。我北京口音怎么对？你有点像他呀。我有点像谁呀？我不像啊。你不是他吗？你觉得我是吗？我听着很像啊。像吗？不像吧。因为我怕我一上来就说的话，怕你把我挂了。对对对，因为刚才我给另外一个人打电话的时候，他直接给我挂了。我说你好，我是鹿晗，他就给我挂了。Hello， 你不是也挂了吧 ？Hello，OK，、okay, 那再打最后一个吧。电话呢吗？是不是在上课？上课还是在上班啊 ？Hello， 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. Please try again later. 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。不要再，不然我在演唱会上看到你。没有，开玩笑。